每周六中午12点 VIP 会员专享《爆裂的后台》，围观舞台诞生的幕后故事。接下来欢迎宋雨琦先登台。90秒之后，然后也是反思了很多，然后也是改变了一些心态，所以这次舞台我就有一个小目标，就是不管出现任何状况，我都要自信地把它完成出来。对，这次义工我也是选了我刚发的一首歌嘛。你别看语气可能外表什么他小小的，然后甜甜可爱的，其实他内心里面住着一个巨人。哇，谢谢，辛苦了。哇，我们应该可以再炸一个，炸一个，对，蹦起。她特别像那个一个小女孩突然进入了成年人世界的那种感觉。谢谢。我是自己一直在想要自信的去把这个舞台完成下来的，不管怎么样，记住一句话，在舞台上自信，你可以 ，fight。来个绝美 ending， 他看我，应该看上来啊，对，应该看上来，然后气喘吁吁。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硬糖少女303，陈卓璇。加油，卓璇 ，go go， 加油。这首歌其实说实话，可能也不是大家很熟悉的歌，包括我从改编到这个舞台，就是连导演组的大家都不赞成、都不投票的舞台。陈卓璇每次都选道男的歌唱啊，对，他这样都唱得不错，还真不错，就能力在这儿了吗？对对，我觉得他身上有那个有点那种小要强的东西在身上，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嗨，老师们好，难搞的陈卓璇又来啦。来吧老师，来音乐走。老伯老师，就是我这一块想要一个斯坦老师跟着我的手，然后到桌子，然后再跟到我的脚，然后再过来到我笑的那块摇到我的脸，就是最后的时候这个有灭掉吗？灭了。那我们就灭桌子怎么样？这一遍要录了吗？但我还要调机位呢。老师，我能不能就是脱鞋，就是想光脚，有点太限制，我必须得就是绷着。我们试一下嘛。你不能脱鞋。为什么？你知道吗？就现在拍出来了，很美，很美，腿长。我脱了鞋，我腿也很长的，老师。鞋腿更长。我知道，但是就是一个是高跟鞋有一点影响我的，就是动，就会是美了，可以舍弃美了。要不穿整个腿就是。我好看那双鞋，没必要，太高了，太美了，整个人。他就是弄东西特别细，哦，他肯定跟那个听说磨得蛮久了，做这个歌，估计也磨得够呛。我觉得他一定有被我烦，但是曲老师以他极高的职业素养，一直就是很耐心。怎么样，老师？好啊。真的吗？特别好。你不需要任何担心，你就好好表现就可以。我太担心了。
我这歌选的时候所有人都反对我，然后到秀到音乐所有人都反对我，到我不穿鞋也所有人反对我，但是没有一件事情被支持，一意孤行对吧？对，一直在一意孤行。对，说不定结果特别好。希望是吧。来到爆裂舞台，其实我希望我的每一个舞台都像是我自己制作的一张专辑一样。接下来有请单依纯带来她的表演。这里面不是有吉他的声音吗？到时候这一段是您弹对不对？对啊，为什么它里面？对啊，这个后面不好意思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吉他是现场老师现弹的，我可能是版本放错了。对。现在先试试你的人声，一会儿再试其他。哦，先试我的人声是吗？好 ，OK OK， 那可以。这一次就是，我们邀请了一位吉他手，来跟我一起在台上一起。吉他手很酷很帅的，我应该在你的左边。为什么？因为我是琴头跟着，只要我一过来，肯定会。哦。这样子，你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就不怕打到你了。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哎，老师，我们吉他手老师这些的设备可以移到这边来吗？可以这样吗？可以。那我们现在可以录吗？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吗？我们把那个插件板什么东西，对，他们挪一下，正好你休息一下。小单同志，其实我真觉得那小房间弄好了不差的。这关键是得有信心的，那孩子没信心就瞎了，本来就有点困难，感觉。站着看着猫咪睡在我们中间的枕头，在高高上往低了一年分的四哪能走，一天闹钟来爱就真的变得像是公害，太意外。金老师，你看看，有没有指点一下？你行行没啥事吧？没有，没事啊，挺好，没关系的。对，你好好唱。没关系，不在舞台大小，没关系，无所谓。I don't care。嘿嘿。我们今天聊你的事儿，都觉得你唱得很好。嗯，真的，我一直都觉得，所以你好好唱嘛。当然。对。就是我在那个 pub 里面，我觉得没有关系，我只要自己表演，自己唱得开心，那我就开心了。夜晚很可怕，不够太意外。说啊，后半段吧，老感觉是想炫技，但是没炫好。但是你不这么唱吧，整首歌这么唱下来是不现实的。我明白，但是我觉得晚上回去，可能你今天晚上、明天白天做功课，我觉得还不是你的这个最佳状态，就是差那股那个彻底释放出来的那个劲儿。是我唱的问题吗？后面如果没出来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场是唱 live 嘛，其实难免会碰到一些比较难唱的一些部分或者是音啊什么的。整体挺好，我自己觉得是合格的一个舞台，然后我自己在台上也还是比较享受的。即将出场的就是周杰琼。
来不及。你们走太快了，你们走太快了，你们走太快了。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太来不及。我两边都不想丢掉，就是琵琶之后，然后我换装，然后跳舞。他们说，如果按照现在这个的话，可能就……但是那个就蛮好看的，我也觉得不想弄掉。我的舞台会有很多衔接的东西要去解决，对，就是比如说我前面唱歌，唱完歌了之后弹琵琶，弹完琵琶之后跳舞，但是呢，中间我们还会准备了一个换装的过程。6 7 8 1 2 3 就我刚刚自己看那个视频，我也觉得眼神有点飘，然后很慌张，因为我要准备的东西有点多，所以可能我就会有点不稳定。这是唐老师，就是都是有遗憾，没做到最好，没有最好。就是你顾的东西太多了，我如果肯定的，我如果不看镜头的话，我刚刚就是因为看了一下镜头，然后就没跳好，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你是有想的有，你是对我有多没信心，金老师？没有。他说哎，比我想象中要好，我就说金老师，我想象中我是有多差呢？按照彩排这个状况来说，我自己其实也不是特别满意，但是呢，肯定是比90秒要好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徘徊犹豫吧。欢迎回到 XXXL 爆裂基地。又来了，哎，在这个地方真的有阴影。陆柯燃，咋的呀？我隔着这么久都能闻到你的味道。我也是。他的胭脂气特别重。胭脂气，女人味嘛，就是。我看不下去了。绿色好适合你哦。什么意思？在这些。其实我不能穿绿色。为什么？因为我是木，我木太多了。啊，我缺木哎，那我要跟你做朋友。哎，怎么这个怎么测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算啊。哎，宝贝们，来，我帮你算。你觉得你现在可以算？我手机没带。啊，手机当然手机。给我一颗你的钻。什么钱？给我一颗你的钻。你钻贴的好牢啊。那怎么卸呢？就这么抠下来啊。啊。爆抠，一顿爆抠。而且好亮，你这个钻超亮。施华洛世奇，我告诉你。那这里咋贴的？也是胶水，那你是你脸上要洗，对啊，你脸上怎么办？脸上也抠下来，就抠下来啊！啊，你要在哪里？送你一颗钻，两颗，吴宣仪同款。啊，天哪！吴宣仪同款。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想做专业的歌手。
必须的，必须的。而且我是觉得现在的歌手其实不能只做唱歌本身，就是整个秀舞台都要考虑好多。啊、是的，是的。要学的东西来。对，是真的。就是这首歌，一个是听觉，一个是视觉，不一样感受。对，就所有东西都得给满。对，这就是怎么样把你做的内容传达给观众。有时候你自己知道，但是表达出来，对他不一定能感受得到。但是我觉得吧，其实多翻看几遍能感受到也是可以的，嗯，对吧？其实就像电影得看影评，看那个什么解析，然后就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好的。一步一步来嘛，有的东西会越品越有味道，有的东西可能。一步到位给的是很直观的感受，但还是有遗憾。你这次舞台有遗憾吗？有啊，我也是好多，其实好多感觉好多小问题，因为我有一些设计的东西其实有没出、哦、没有到，我也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挺好的。而且他们都说你很淡定，看不出来紧张。我超紧张好吗？那你表情控制真的很好。我不怕，我装的。年轻有为。那倒也没有，是真的。这里面比我小的还是蛮多的，对。但是我觉得，比同龄人肯定是能脱颖而出的。嗯。突然开心了呢。真的是真的，嗯。所以这个舞台就是感觉，第一次就整个秀全部都参与进去。之前我肯定就是只唱歌，没太多机会吧。对，从来不会去，就是要考虑所有的那些东西，只用考虑我唱好就行。但机会来了，没有料就能抓住了，就觉得还蛮爽的。其实这次虽然每天头疼啊头疼，但是那种很自由啊，对对对，掌握在自己手里，对对对对，是。就感觉导演被我气得不行，我说我不，我要脱鞋，然后周导，我就很不喜欢，就是有位置的东西在舞台上。我一开始也不喜欢，但有的时候你没办法控制。是是是，其实每一次还是会有，你以为你掌控了所有，结果上去之后还。还是就是会很多临场的东西，是就是考验自己的时候。看得出来你对舞台有很多想法。嗯，就是一意孤行的想法。没了，呀。证明你的决心很坚定。嗯，就是你不会轻易被别人的一些东西给动摇。你为什么只要你一回到了你自己的私人空间，你就特别的燥热？我现在也不燥热吗？你懂我的笑点吗？你有病吧？哎呀，终于找到陆柯燃的笑点了。哎，不是，钱有钱了，欢迎回来，我可以学你。我连舞台就得我入场，是不是你？钱有钱了，后有后浪，暴力舞台装着等我入场。钱有钱了，后有后浪，暴力舞台在等我。啊！救命！噩梦。哎，然后你知道这个人，我有很认真的观察他，他最后第二段出来的时候，什么 dream 啊，来。还是这个手势，还是这个手势，露出大粉色，粉色，我真想原地在那喷你。群哦，对，单依纯，我是什么？什么？是33个舞台。我没有那么唱了，然后你跟亚米就差两条那个水蛇的呢。救命！水蛇！
马上揭晓本场公演的最终成绩。来吧。现在有请进入 XXXL 密室，查看你们的最终结果。现在有请吴宣仪和 The Nine 安琪，有请 Mala 和 Yummy， 有请单依纯和周杰琼，有请 The Nine 陆柯燃和刘柏辛，有请宋雨琦、陈卓璇。说实话，我是有点吓到。真的，因为你的号码里真的太好看了，你喊我后期，谢谢我的妆发老师，请把我的 reaction 全都给我放进去，我真的一直在震惊。哦，哇，好养眼，天哪，好好看，就你白到发光在画面里面，你也有自己看的 monitor。谢谢我的妆发老师，谢谢哇唧唧哇，谢谢。你一开口我就惊艳到，就你的音色就是一下子出来就很抓人，就真的很好听。其实我们俩都挺嗨嗨的，真的还可以，很喜欢你。但其实真的，我们俩在至少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爽了，我觉得。对，这今天真的是超爽。对，然后有一种。自己的孩子终于对终于出来了的感觉，终于出来了的感觉。对，我今天看完亚米舞台之后，我感觉到你就是很多的你内心的能量。其实我在后面看的时候，我说哇，我好心疼你啊，就是我能感受到你的感觉，因为我之前也写过同样就是自我经历的那种歌，所以我对对对，所以我非常能感觉到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你非常棒。谢谢。我今天。其实因为我本人很喜欢你，其实我挺佩服你的勇气的。就大家好不容易有一个舞台，都希望拿很厉害很厉害的东西出来，但是你很敢跳出舒适圈，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勇气。很 respect。我选择刘柏辛是因为我觉得他在情感方面，我觉得我跟他是个非常相像的人，通过音乐或者通过舞台就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今天我很喜欢柯燃的表演，因为我在他表演里面我真的感受到了真诚的表达和真正的情感流露，而不是局限于形式化的一些流程式的表达吧，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所以就是特别幸运能够和他在一起 battle。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到你弹琵琶，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好看，而且其实舞台的元素也很丰富，我是很喜欢你的，然后我就觉得你很漂亮。好，我先说，我说完了，不是，什么？不是，就是那个，可能我今天表演的比较多，然后就不是就是不如就是。只专攻一项的，可能别人会觉得说哦，就是。但是这样是很完整的表演啊，就是其实我是有短板的，就是一看我这个表演就知道表现力可能差一点或者什么之类的。不是，但是你唱歌，就你在唱歌这个方面就是很厉害啊，就你专攻这个的话就是你喜欢就好了。我觉得我俩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还是像我们上台之前说的，就是过了自己心里面那一关，然后自己给自己了一个交代。就像你这样的，我是非常认同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舞台完成了以后，让大家能够明白，然后我能传达的东西大家也能够懂，就 OK 了，就够了。所以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去一起加油。但是你是真的是厉害的，好吗？好吗？我跟你讲，我输给你的话，我也不丢面子。接下来我们将公布各位的最终成绩。走了是吗？对，辛苦了，谢谢大家。哎呀，我差点就踩到雨琦的小披风了，没事，都演完了踩吧。哎，怎么又是我是第一个？欢迎记住好，快点来吧，一个人好无聊啊。呀，快过来，来来来，
就先这样吧。哎呀，快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好无聊哦，我每次都是第一个，我今天也是第一个，我进来也是第一个，我坐在这儿等了半天，我永远第二。啊，我没坐过第一耶。啊，我是第一。张元。Everybody, 进来，姐妹，快一点。Everybody 什么 death now？ 昨天那个让我解释全错了是什么意思？一直在说全错了是吧？这是一个就娃娃的口头禅，我们之间的一个流行语吧，就是遗憾吗？不是遗憾，哎呦，我这个你让他给你解释吧，我也不知道。我解释不清楚，你现在对着机位你说一下。全错了就是这个是一个语气助词，就是你可以随便怎么说都可以。什么点适合这个？哎，就像现在全错了。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昨天晚上没睡觉，然后今天晚上来录，然后我们第一句话见面就可以说全错了。就是好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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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用好用好用。一个人说全错了，我们就可以复合，就没对过。对，哎，全错了，就没对过。比如说我们三个昨天是落败，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全错了。开心的时候就是走起来了，走起来了，哎，全错了，走起来了，走呀。嗨，太能抡了。抡是什么？就是抡，是这个抡，但是呢，就是它也是一种语助词。就是你这个人很搞笑，就是说你哎太能抡了你，太懂了懂了。形容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他很复杂，或者说他很怎么怎么样，你能说哎这事儿太抡了。啊。Hello。Hello。臭滴滴。哎呀，我坐了。你今天好温顺啊，头发好温柔，很乖。你怎么坐这儿？你是坐这儿的吗？因为我是最后一名。你要按照那个顺序，来，你坐这儿的吗？对啊，我坐你旁边。走起来了。你几点睡的？四点。干嘛？看小说。你这个女人好搞笑。看来你还是不够累，我跟你说。没有，我刚才不够累。我刚才我要睡了，我说先睡一步，但是我真躺下了，我发誓。然后给他发微信，没有回我。哦，去看小说了。哎，主要是昨天。他回去还没卸妆呢，他给我发了个自拍，那时候我都卸完躺下了。哦，那张自拍是群发的。给你们两个人了。哎呦我的妈！哎呀，你这昨天晚上回去也给我发自拍，然后这个不用截图，我好多了吧？我至少是发了一个朋友圈，不打扰到你们。我就只给你们两个人发了，真的，我发誓。我这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周杰琼，你是个海王。多发一点，就是不一样的。对。你能不能发一张不一样的？对，因为我不想再拍一张了。天哪，宝贝，我睡了。我发誓昨天晚上就只有跟你们俩。我等下就问一下大家，昨晚跟周杰伦，对，因为我跟周杰伦聊天。稳住稳住，真的，我发誓。他可能就只发给我们两个，因为其他人可能都没有理他。我自拍就他还给我唱歌，你知道吗？他给我发微信唱歌，我还不是因为你说你喜欢那首歌。完了，那你突然就干啥？跟可可发消息唱歌呢？为什么呢？为什么？选错了。他说他喜欢那首歌啊。那是几天前的事情了。你看，哦，你俩要不然打一下吧，好吗？嗨，这个小妖。璇璇，哈雅米，哎呀，前又前浪来了，前又前浪，后又后浪。哎，请问你们昨天有没有收到周杰琼的自拍照呢？收到了一些，那一种，我跟他聊了，但是我没给他发自拍。我没有收到，没跟我聊。我说聊天有聊，不是你们两个，但自拍只发给你们俩了。他刚刚说的是就只跟我们俩聊天。不是没有，你们看那个，我说的是跟别人也聊天了，但是只给你们俩发了自拍。他们好烦啊！为什么我没有？那张自拍不看也罢。没有，因为为什么要给你们发？因为昨天我头皮痛的时候，就你们一直在那里那个理我呀，所以我就给你们发了。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服务型人格，我喜欢让你们都开心，你知道吗？其实我也可以不说话的，我一个人的时候很安静。我真的不相信。我跟你在我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很安静。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两个人，宝贝。你也敢起来跟别人发？
告别吃饭，是在唱歌。你好忙、啊，那也不是在跟他聊天嘛。你想想，但是你基本上没有一个人的时候过，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都在跟别人聊天。那也没有，我深夜自己在床上会哭哎。那是因为，那是因为你被隔离了。不是我被我被社会毒打。nice。就意思让我们离郑雪琼远远点。你看我们有动。我告诉你，我也不怕上一次周杰伦被排挤的热搜。你被谁排挤啊？我被你们排挤。我们那么爱你，怎么能排挤？排挤，因为你太美丽了，他们嫉妒你的美貌。别说了，行不行？别老说我美丽，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只是漂亮。哎呀哟！我真的想一个人去死了。我一个人去森林。真的，你快过来，我怕砸到你。我是受伤的那个是吗？太酷了！你不仅漂亮，你还逗，你还搞笑，你看，太抢眼。喜剧人，你还太抢眼，你还能弹琵琶，你还能跳，你跳舞多好看，多美丽、啊。妈妈，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对，但我特别喜欢听那个安琪说话。就他说话有那个一点点口音，但是又没有很那个，就是很特别。他说话的口音，好怎么怎么样，好怎么怎么样。哎，这发音很奇特。四川的那边的。重庆。重庆啊。什么重庆？你在说啥？我说你说话就很就不是让人特别就是觉得嗯听着。你说你好好说。真的、啊。全错了，没对过。别抖腿，别抖腿啊！我没抖、啊，漏财你知道吗？抖钱抖没了，怪不得我那么能。对啊，就这么一说，抖了。我也漏财，我也经常抖腿，是吗？不要踩井盖。对，不能抖腿啊。嗯，我来了。宝贝儿，今天有点漂亮哦。我坐哪？那边、啊。你坐那边，你坐那边。看看你。怎么了？我今天没昨天画的好看。我本来今天想学你画那个的。我发挥不太稳定，我坐那边对不对？安琪画。对，我妆自己画的。真的假的？我本来想学他画那个睫毛的。画岔的。你不是想学我画睫毛吗？你那夸我睫毛好看吗？睫毛，我说他那个下睫毛的那个。Hello， 嗨，哇，小公主，好可爱。我坐哪儿？我坐这儿，我坐这儿。哎呀，齐了，开始 Q 流程吧。我们就是中间也转了一次机，太奇怪了。当地人带我们很有趣的，你小心。你们将在十天后接受三位金牌音乐制作人对大家进行专业小考。最讨厌考试。来，我们把结构先梳理一遍。把这一集就改了，是不是？对，我就把后我把这一句开始的 flow 改了，然后这两句就是。嗯、那这个就是有点那种，还有点小中国风感觉。它本来就是有一点小中国风。对，我们可以最后那一句的话再加一点戏腔，可以吗？可以啊。想想怎么加，我没唱过，这就是突破。嗯，比我为强。对，戏腔就走了。我是他只有一。每年光之类的，想想吧。可以。试试录，看一下怎么好听。好呀，我先整一下。哈哈，我俩好好笑，我觉得在这创作在这儿。那必须的，我们顺便就把歌给练了。The time for me, my days fly with you. I just wanna make it right, just one time. I don't wanna turn my light.哎，要不给我们的脑子减轻一些负担，我们把副歌两句改成一样的，好不好？最后两句，哎，这做的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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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禁不住这一句，我禁不下去，阿松。I just wanna make it right， 沾光彩。I just wanna make it right， 释放爱。可以可以可以。你会编吗？我不会编，我现在想死，还要写词，还要跳舞，还要记词。我们先一个一个解决，我们先把词儿写了，怎么样？你前面写的是啥？破茧成蝶，火力全开，日月交辉，日月交辉，胜败轮转啊。嗯，睡一觉。爱上米饭，就是很绕口，你知道吧？日月交辉，胜败什么东西啊？轮转，就这个，就日月交辉，胜败轮转，爱上米啥？后面了，后面我写的第一句不是 rapper， 然后后面第一句我写了，第一句我写了，别总想着把我打败，看我用全力把质疑炸开。先编舞吧，我们先把舞编完。你编什么动作？我编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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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个八拍，我编了。来吧来吧，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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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移到一起来。对啊。哒。对啊，可以啊。一二一走，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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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八拍了，过去了。再来点慢的，咔咔，哎，还可以，满载了。然后呢，再哭了啦啦啦啦啦，哭了啦啦啦啦，哇！哎呀，牛还是我们。再次，好。哎呀，这个真难唱，我真的是。不难唱，你信心有一点，真的，你要有信心。来 ，You know， 我比较没信心。It's a fight for me to fight with you。快让我们一起来找光彩。哎呀，我刚刚才掉了。山日月交换，胜败人战判之外。Fight with me. With me. With you. With you. Fight with me. Fight with you. 我比较偏向于 A 吧。我自己个人会比较喜欢 C 版的这个编曲一些。我觉得考试还是要做有把握的事情。我很崩溃这里。那我的段落就太长了。但我没办法接受这一段，也不能说唱的全部扔给我吗？我没有全部扔给你啊，我先考虑一下啊。搞不了，搞不了了。这两人合作本来就挺难的，哎，现在时间太短了，就没有办法的，不然两个人在舞台上就会很干，一个人动，另外一个人不动，所以其实这个时间有点来不及，因为上次九十秒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是一天吧，所有人的时间都是只有一天，但是他后面也放弃了那个。dance break 吧，好像，对，我们还给他想了一个 plan B， 然后轩逸还带他走了一下位置。那他上次是在 pub， 如果这次也是在 pub 的话，这个我真的很想他站到那个大舞台，他属于大舞台，他应该让观众看到他在大舞台，而不是因为一个考试。然后，那我的话其实就是
这么短的时间内又是一首新歌，然后又让我跳舞，然后我自己也知道我在如果说我选择跳舞的话，我呈现出来的会是什么样子。亚米姐可能就是有考虑到我可能跳舞啊可能这方面会比较薄弱一些。快让我们一起来争光彩，快让我们一起来释放爱，日月交汇成百轮转，容易在你我心中激起波澜，勇者无疆。啊，没有，我还没想好，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吧。哦，在，我想想，15分钟吧。哦，那我15分钟之后再上来是吗 ？OK， 好啊好啊，我刚给你打电话想问一下你啊，我没收到哎，你可能在练，那我先下去好了。好，你再休息一下。你好了，你给我发个消息就好了。OK， 没问题。那我们先走，加油加油。好，我没有找他之前，我就在想说，哎，那我先把我自己。这一趴再弄得丰富一点，或者是我再填充多点东西，然后我再跟他说，比如说我想这个秀怎么排，然后哪一些设计啊，就是我让这个我的想法更加的有安全感跟可靠一点，然后我再跟他讲，也许他可以放下一些顾虑，然后我们这个沟通会更加顺畅。这里我需要你跟我配合一下，因为不能一直分开太久，然后我来找中间，因为这时候我要蹲到你前面，然后假如这里是中间哈，然后我来找，然后呢你是在我后面，那你嘟嘟放进去，这个手上，对，这个手下，它就像一个时钟一样，然后你往这边，小步，手的话就是推出去，对，然后再推出去，踏，踏，这样对，对对对，你就顺着走，我后退，啊走。大，大，大，就直接放下来，然后推右手，这样，对，然后我就出来了，对，然后啪啪啪啪，然后你点点头，做个手势就可以了。好的，是不是跟你平时不一样？你可以试试啊，看你舒服。经过了3个半小时的排练和磨合，你们现在对小考有没有信心？尽人事，听天命。有没有信心？尽人事，听天命。担不担心？尽人事，听天命。尽人事，听天命。就别问这种问题了。马上坐近一点。这样还不够近，你这样是吧？对。你拍照呢，老师？就放在后面一点，也不是不行。啊，不用管，不用，快快快快快，怎么弄？怎么弄？先从头顺一遍。救命！老师，救命！你不要在后面。金奇波澜，哦，金奇波澜，对。
哦，我应该起来了，是吧？对对对，你要起来了，你要起来了。我傻帕片都给我甩掉，我发片都要掉了。Five, six, seven, eight, 哈哈哈哈，哈爸爸爸爸，哈哈哈哈哈哈。什么？对，就是。我感觉比我们的那个，比我们那个还猛。二公练的还多，我们二公都没这个练的多。你们预测一下其他都准备什么表演？我觉得亚韵他们应该会选 rap， 他们会选 C， 因为 C 正好是一个唱歌跟 rap 的一个很好的结合。但是我觉得小善如果他要突破一下，他可能会唱一小段 rap。对，我觉得那个周杰琼和申遗他们可能也会尝试 C。我觉得，因为他很想尝试，是吧？卓璇跟柯柯，我觉得他们有可能选 B， 因为我觉得那个高音对卓璇他很适合。其实我觉得安琪姐跟 Lexi 姐有可能选，他们俩其实也是都可以的那种。错了，都没对过。那你觉得如果有别的组选 A？你觉得你们两个的优势是什么？全是优势，全是优势啊！有一个动作贼帅，但是我觉得他凳子要这样，然后是这样踩上去，然后凳子要掉下去，然后过来。可以啊，我旁边扶着你就踩吗？等一下，那我想想啊，这样，那就是转，就是这个转的时候，我把它转回去，对对对，把它转到后面，然后呢，你就在这边，然后我们就后面跳，要跳，要我们跳完了，啊、就是。那我的数下这个节拍，我给你机会让你上去。我先试一下啊，我有点害怕，克服一个心理障碍啊。其实你踩到地下就好，你不要踩那个边。是，没事，我扶着你。等一下，没事，等一下，妹妹，我得换一个凳子，我得换那个凳子。哎，我们提到时候用这个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碎。对，他到时候踩碎了我。这个应该可以踩下去吧？对，这个其实你不会踩烂，可能你骨头会烂，你小心一点。来，你先试一下，我扶着你嘛，我扶着你。就我到时候也会可以扶着你。是的，一二，小心啊！一二三，走。你再来一个，你再来，快，多几个人。没事，我这样前面扶着你。真的吗？我相信你。没事，你放心，我相信你。来，一二三，他来了，你快来。他再扶他一下。一二三，走。哎，对，就是这个感觉。其实可以，到时候我在你旁边扶着你，我肯定扶着你。你自己可以吗？我必须得，我得自己踩下去。那你自己试一下吧。这就是了。那我在你后面，我在你后面。我再扶一次，你再扶我一次，我们两个再扶我一次。其实你等他自己倒下去，你不要使劲。对，你等他自己倒下去。对。只要是你第一下，所以我的意思第一下你可以扶我一下，就我可以旁边给你坐，坐完以后你扶我肩，你吗？太难了，这个有点慌啊，就是因为但做好了是炸的。对，我到时候我会把你，你看他是不是也在这吗？啊，我们前面跳完这个哒哒哒哒哒，然后我就直接转上去了。哦、对，他，那我就是来扶你。哇，对，其实你就是克服那一下。嗯。其实是 OK 的，我觉得是安全的。我们试一下，因为音乐很赶。好。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踩住 A 上它。对，就是其实你再早一点点，正好赶。其实刚才是可以的，只是我害怕了。对，其实你可以的，我觉得我们多练几遍就可以了。大家好，我是韩红，感谢大家关注爆雷舞台，让我们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拒绝不文明行为，拒绝网络暴力，文明发言，专注作品，理性支持，相互尊重，一起传递正能量，一起传递正能量，一起传递正能量。
上微博搜索爆裂舞台话题页，安利绝美舞台瞬间，为爆裂女孩加油。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爆裂舞台释放音乐魅力，艺人数据上方趣 APP。 来鱼罐头看有趣明星专访，一罐创意罐罐惊喜。学综艺原版舞蹈就用跳跳 APP， 零基础学舞必备。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数据观察平台方几，感谢特约合作媒体快手鱼罐头跳跳三六零娱乐北青网千龙网亚洲娱乐娱乐中国大众网粉丝网南方娱乐搜狐娱乐中国文娱网一点资讯成果娱乐网易娱乐一直娱影视头条扎克智娱接电。